台湾高铁公司为着要感谢劳移民一世人奉献国家社会的精神，特别提供来回高铁服务，让岛内移民之家劳移民会当快乐前往北部旅游。这个高铁公司挹注这个社会资源，来到我们这个云林农家，让我们北北能够重新体验不同的感受，所以我在这里再次的谢谢高铁公司，也让我们这些单身没有家人在旁边的北北能够这个体验这个高铁之旅。台湾高铁家己站的人员表示，这次高铁公司是抱着关怀老人的心情，来让这些老移民体会坐高铁的便利。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关怀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老翁老够人别人看老吗？就是希望能够刚刚主任有说我们票价很贵，对不对？那我们希望把服务做得更好。高铁人员佫指出，台湾高铁因为七年来旅客是一年比一年增加，为着要感谢社会大众的支持，因会积极推动回馈社会公益活动。台湾高速铁路呢，是台湾第一条超过时速200的铁路。那这段的过程呢，营运七年以来，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天旅客比一天多的同时呢，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那这些社会公益的活动呢，我们希望能够关怀。像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到了移民之家，一位94岁老移民，今天也代表35位老移民，现场唱一段评剧来表达感谢之意。要当你，我的儿啊！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